这整齐划一的萝卜墩是怎样加工的呢？人工切削又有哪些难题呢？快速的加工程序，大量的制作需求，机器又是怎样一一解决的呢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萝卜排排坐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，我是主持人丁希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。华老师，哎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和风泡菜，谢谢。怎么样，看看啊？没想到您还真贤惠啊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、您看这萝卜切的大小一样啊，挺费劲的吧？这上海味还有一些点缀啊，姜、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我这全齐了。真的好。而且啊，我在想啊，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泡菜啊，无论这个北方人还是南方人，吃饭的时候加一点泡菜，哎，觉得还有滋有味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看我这做一盘我容易。这和风萝卜呢，还是很有讲究的嘛。美食须得配美器，不仅自身的这个外观要非常的精美，而且配的这个哎。食用的器皿也要非常的讲究。这泡菜这么受欢迎，你说要开泡菜店的，那切起萝卜来真是够麻烦的，又要去皮儿，又要切成段，还真是不好掌握。还得大小均匀。对呀、所以说今天的发明就跟这个切萝卜有关。我们的发明人呢，就发明了一个去皮切墩机，咱们一起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国栽培食用萝卜历史悠久，尤其是在我国北方最为常见。金秋十月，在北方的蔬菜地里，白萝卜四处可见。每到收获的季节，工人师傅们便开始忙碌起来。为了能让全国乃至国外的人们吃到可口脆甜的白萝卜，从种植到加工也是需要很多环节的。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，学习一下这大白萝卜是如何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的。宋老板，你好，宋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平时啊，经常买这个白萝卜泡菜吃。然后听说您这厂子里边专门生产这个白萝卜墩儿，您能给我讲讲都是怎么工序吗？比如说，该说了，像现在这个里边有定奶了，先把它切碎了，二十一点毫米的圆弧。您这刀直接卡出来就是21.5毫米吗？这个是对对，这直接拿这个卡尺，这在这个地方你直接跳、直接卡出来以后，对对对，这儿就是21.5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正好就在21.5毫米。哦、再拿这个卡子，卡子，这标准的定好了，看咱什么需要的。这么一摁，把它摁出来，对吧？对对，就需要那个月器、也不太复杂嘛。要不这样吧，大妈，那个咱俩。一人十个萝卜墩，咱俩比赛一下，然后那个看谁先切完。宋老板，待会儿您给我大妈我们俩检验，看谁做的符合标准，好吗？好，这看谁速度快，好吧？来，我数出十个了，7、8、9、10，应该也是十个大妈。是的。好吧，行，那我喊开始就开始了啊。好，行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还行，大妈不太我做的也还挺快的，是吧？这么硬，太快了就容易摁偏了，大妈。这个有什么技巧？也没事。您都做完了，就我这摁不下啊，补满了。速度上我输了。宋老板，您来给评判一下，看看我这还出不来了，就这几个吧。于这个，都还大妈做的都可以是吧？对对，都挺好的。第十个，我这点呢，您看看。于这个，你看看，你圈的圆形了，而你这个是皮也没这样，你皮没去掉，对对，那个摁偏了，摁偏了，摁偏了，你现在成椭圆形，这有个皮也没去掉。看来还真不是太简单哈，是不是那个？平时手也挺疼的呀，这个腰筋嘛，还有伤呢。
啊，这怎么摁出伤了？拿是不是用这个？这抹的啊，卡了是吧？卡出伤来了。啊，对。那冬天是不是特疼啊？啊，这么一动，哎呦，我说的，我这心里边看见还真挺疼的。老大，你干嘛呢？你们干嘛呢？哎，那个。怎么加工这个白萝卜？哦，哎呀，这么慢，这么费力，现在得搞科技时代了。那个县长现在搞科技。那干什么？那个白，这位记者朋友，白来找我谈我的进球。那是不是？这位是我朋友老李。啊，老李是吧？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李师傅。啊，那个您这么说，难道您那儿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吗？哎呀，我新东西比他这个太多了，比他这个比这个还好多了。哎，对，还好。这位李师傅的出现，一下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心。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对宋老板的手工制作萝卜嗤之以鼻呢？您在哪儿呢？我想去看看。啊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行，走吧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的新做的东西。发明人李华强发明项目：萝卜自动定心顺弯刮皮机。发明人李华强是做机械加工厂的生意人，和宋老板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得知宋老板最近接到了出口萝卜墩的订单后，就有了想制作机器的念头，于是自己一直都在潜心研究，如今终于造出了一台萝卜切墩的机器。不过这台机器能不能得到宋老板的满意呢？今天就可以见分晓了。这个我看像一大空箱了，上面还有这两个圆洞，这干嘛用的呀？这个呢，就是切那萝卜墩儿的。这个是切萝卜墩儿的机器啊。对对，切萝卜墩儿的机器。宋厂长，您看怎么样？您看像吗？我看有个空壳的。您看就像一空壳的，也是。这个，要不您讲讲这个原理好吗？这个情况是这样的，原理是这样的。嗯，这个机器一个旋转的导盘，这有一个口，软口，把萝卜呢从这个软口里递进去。嗯，那下边就啪啪啪。切出了萝卜糊肉，省了人工，大刀炸的，这一刀唠叨工序。要不咱开开机器，咱试试，做一下实验。可以可以，看一下好吧。嗯，好。在李师傅的简短介绍后，宋老板仍有怀疑，还是让机器运转起来，我们一起看看效果吧。你看这个萝卜后薄不均，一边厚一边薄，参差不齐。再一个皮还在这上面，这是为我们省了一半人工。我们还怎么还得人工往上呀？老师，我给你解决了人工劳动力最累这一道工序，你还要拿我办？你一点没省，这是多了一半。连卡尺连两万不整一块，给我这全是次品，还浪费原料，是不是？那好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不信做不出这个机器来。再给你一段时间，你能不能试？时间不用长了，再给我三个月就可以了。嗯，我看够长。三个月您这就可以了。三个月就可以了。假如三个月，李师傅真能造出机器来，您买吗？如果能做出合格的产品，我买。那一定，一定。行，那咱们就以三个月为期，好吧？如果三个月这机器真造出来了，符合宋厂长的要求，那咱们就把机器卖给他。好的。好，你在这慢慢等我了。等好好休息吧，老师，我哈。等好休息啊。虽然机器做出来的萝卜墩没能得到宋老板的满意，但是李师傅并没有放弃，当即立下誓约，三个月内再造新机。李师傅根据宋老板的要求，趁着这股气势立刻展开了整改工作。在李师傅的心里，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他的目标，达到客户的满意是促使他完成目标的动力。这次的客户又是自己要好的朋友，所以他一丝不敢松懈。在经过三个月的整改后，新一代的机器到底有没有新鲜出炉呢？李师傅，李师傅您好，啊，现在三个月过去了，您这机器现在做的怎么样了？好了，按照宋师傅的要求完全好了。哦，按照宋师傅您要求都做好了。对，去皮、切墩儿，对，同时就进行完成了。哦，我看现在。两个机器，这个还是原来的一个切墩儿的。啊，这个是新增加的一个用驱动装置来加工削皮的功能的机器。哦，多加了一个去皮的机器。对。啊，好，那这个上次出现那个参差不齐那21.5，这个彻底改好了。都改好了。对，这么棒呢？非常幸运给的。啊，改的非常好哈，非常平。这台机器呢？
这台机器这台我怎么有定的？是因为专家的一个机器，它就是利用驱动装置和清华来血屁的。利用气动装置去。对，你看上头是这么一个气缸，在这儿。哎，有一个压头在下头，下方呢装了这么一个圆刀口。这个圆刀，哎，手术要去那个齿刺儿。哦，明白。把这个机器切到萝卜籽儿一块儿码到上面，摆上这。你看这两个轨道，不会掰歪了。这开关一按，一串萝卜，哗压下来了。啊。皮，两边分开落下来。然后、这个、也就是皮从这儿就全部都。对，这个加工好的精皮萝卜呢，从前边，从这个地方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是那个总体萝卜墩从那儿就出来了啊。通过李师傅的讲解，这次不单增加了去皮功能，就连上次机器出现萝卜墩参差不齐的情况也都解决了。不过没有看到实物，还是不能够证明机器的厉害的。让我们通过试验来验证一下吧。那我给您拿，您往上摆好吗？来。好，高了吗？对。哦，萝卜皮儿全都掉下来了。不是，咱们来，咱看看清楚。这个。拿卡尺来，咱看一下。有石料。对，还真是。还好。嗯，厚度呢？厚度。那个还好。21.5，对，21.5也很好啊，还真是，全是哈，您完白白净净的萝卜墩瞬间就被机器制作出来了，通过测量也确实达到了宋厂长的要求，这让李师傅信心倍增，提出要去找宋老板较量一下。于是李师傅叫来他的工人一起帮忙装车，师傅们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把机器装好，不一会儿就抵达了宋老板的工厂。老宋，干嘛？看看我的新机器。又在上回要空客又拿回来了。拿过来了，看一下。这次不仅仅是空客，看那个高的，给我看一下。这高的干什么了？是解决了你这个人工血皮子的问题。这个能解决了？肯定。能改善我的人工？快点，正好是不是？快点。看不大行，就这个东西，对呀，这个高的，这个是用气动的，用气动的解决这个人工血皮这个问题，那行啊，肯定行，我看了够呛，你快别光吹啊，我这老工人就是老工人，干十来多年人工老手了，人家好多工人，要不再比试一下了是吧？没问题，好，那好，那找几个工人帮助试试车，好。宋老板看过机器后，对之前的状况还是心存疑虑。但是对于这一次的新机器倒是有些许的兴趣，于是应允了李师傅的比赛，找来人工师傅们帮忙卸载机器。很快比赛现场已布置齐全，一场人机较量赛即将拉开帷幕。按照三个月前两位师傅打赌的誓言啊，现在李师傅您已经做出来您的新机器了，今天就由我们这个宋厂长来验证一下他这机器是否合格。机器如果合格了，您怎么办呢？你就买下来。买下来。他说您这机器如果合格了他就买下来，您听到高兴吗？高兴。高兴。对。但是您可不能高兴得太早啊，因为厂子里边对萝卜墩这要求特别严格，这机器必须要符合它的标准。那肯定。你有信心吗？肯定。有信心。有信心。他说他有信心。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不就干了多年老手了？干了这么多年，比赛肯定输不了，是吧？肯定输不了。肯定输不了。对。他说那个您那机器不行，他输不了。五个就行。老宋，您再吹吧，您人再多点也没问题。他说您人再多点都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比比看看是吧？行，比比。好。现在我说一下比赛规则啊，这边呢是那个宋老板带领他的五个人工能手，然后那个切50个萝卜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李师傅，您带您的机器能手也领50个萝卜，然后两边呢谁先切完谁先喊停，听明白吗？好的。最后由那个宋老板来检验萝卜墩是否合格。宋老板，您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人工师傅们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是吧？啊。李师傅，明白了是吧？好，那听我口令啊，我喊3、2、1，大家开始，3、2。
一，开始。好。记者一声令下，人工师傅们很快就把萝卜筐搬到了自己的岗位，而我们的李师傅却是一个人缓慢依次搬着萝卜。人工师傅已经开始了切墩去皮的工作，动作麻利，一个接一个，简直就是一条整齐划一的流水线。师傅，您这一分钟能切多少个呀？一分钟啊，二十来个萝卜是吧？二十来个呢？啊，那您那个干多少年了？一分钟能切这么多？五年了，五年了啊，有经验了是吧？哎呀，好好好，那那个您自己干啊。好，哎，阿姨，您按这个按的，我看一下按的也挺快，您按了多长时间了？四五年了，四五年了是吧？您一分钟能按多少个呀？二三十个，是吗？这么快的？哎，萝卜还有几筐啊？现在还有两，就还有两筐就完了。那真是挺快的啊！人工师傅们干劲十足，凭着多年的经验，准备战胜机器。此时，机器队的李师傅做得如何了呢？现在切这个成品萝卜墩切了多少个了？成品萝卜还刚刚开始，刚刚开始啊！对对对，您可得抓紧呢，人工师傅那边特快，可是。是。代理师傅把切好的萝卜墩码好在去皮机上，机器启动，一次性把码好的萝卜墩全部去皮完成，还真是效率高。李师傅井然有序地码着萝卜，人工师傅们干得又如何了呢？哎，师傅，再进行到这儿了，您这儿怎么样了？看着您速度没刚开始这么快了啊。累什么？累了，胳膊疼是吧？对。经常光这么切，这么胳膊疼了是吧？对。您这还剩多少啊？剩了不多吧？不多了，就还剩这几个。对。那还真是不多了是吧？阿姨，您手疼吗？疼。光这么按。对，一直在疼。手掌心出一个红圈来，通红是吧？此时比赛进行过半，人工师傅们感觉到了劳累，有的觉得肩膀酸痛，有的反应手掌通红。而我们的李师傅有没有尽显疲态呢？哟，李师傅，您这个第二台机器，这个机器已经运转了。对。啊，现在运转的怎么样了？还可以吧？还可以是吧？对。那个成品萝卜出来了吗？成品萝卜出来了。啊，就李师傅的机器运转自如，只是在垒萝卜上稍费功夫，但是速度上还真是难平胜负。做完，您这边还剩多少个呀？我快完了，就剩台面儿。对，就剩案板上这么多了，是吧？对。那您这边还真是挺多，为什么这么快呀？我们这轮子干了四五年的老手了，可以早干四五年。都是四五年的人工老手了，是吧？所以干得特别快，有经验，是吧？那还真是挺快的啊！我看您那边都还真快完了，快完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干完了。快完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您那边都干完了。别干了，好吧，不行吧？行，那个大家那个把手中工具都收一下啊，然后咱们那个来，李师傅您也过来，来，咱们看一下那个宋师傅这边这个先，宋师傅您先检一下人工对这个萝卜墩的标准好吗？好，好，来咱量一下，厚度21.5，嗯，直径呢？直径56。56是吧？看我们家的环漂亮吧？漂亮，确实是太漂亮了，您这环。李师傅怎么样？看看，还可以吧？看看到啊，是不行，太好了，我们这了，太好了，确实真是太好了。你说那那个看看您那边好吗？对，看看李师傅剪的咋样？走，来那个，帮我拿一个，好吧？咱那个放在架子上面，来，放在架子上面。哎，李师傅，你要你扯的，去皮不行哎。看点萝卜，去皮都没去成，是不是？太多垫了，比例太多了，正浪费原料。不光是那个去皮去的不干净，哎呦，好像哪还有剩余的萝卜。干完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剩8根。等一下吧，给一下，还给什么给？又浪费原料，又不及时，是不是？正在浪费原料。走，哎，赔不去了。比赛结束后，宋老板对机器做出来的萝卜墩非常不满。质量完全没有符合工厂的要求，面对宋老板强而有力的反驳声，李师傅也是无可奈何，独自一人收拾着残局。回到自己的工作间，几经反思，
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机器没有人工师傅做得快且好呢？鱼了。李师傅似乎找到了灵感，立刻重新规划图纸。在几经打磨，新一代的机器诞生了。李师傅兴奋不已，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们记者。哎，你好，是赵记者吗？啊，我是上次你采访过的那个发明人李华强。这样，赵记者，我这新的机器研究好了，那你能不能帮助把老宋一块叫来一块看一下？那我如果叫的话，肯定他不能过来。你从中间帮我说话说话吧，赵记者。李师傅挂了电话，心里开始忐忑起来，同时又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。不知道记者能不能把这位反对已久的宋老板请来呢？哦，赵记者，哎，哎呀，李师傅您好，您好，来了，您那新机器又做出来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是吧？对对啊，怎么那老宋还是不愿意过来吗？嗯，老宋。还没过来吗？刚才我打电话，他说已经到了呀。哎呀，那没来吗？没来，没看到他。那没看见，就看一看，看行行行，咱俩先看看，好吧？李师傅见宋老板没有前来，有点小失落。难道宋老板真的这么决绝吗？哎呀，你这什么时候过来了？你在外边搬了，他看见我啊？哎，我一个年没过来呢。好，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看看这个机器是怎么样？您那新机器是吧？这是新一代机器，这么高？看着模样是，不能总看不中用啊。是这样的，老宋，通过气动装置往下压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自动定型装置，是一个萝卜，不管你直径大直径小，那放进去之后呢，它始终保持在这个刀口的中心。这个刀口的直径呢？正好是你们那个56毫米的直径。李师傅发明的第三代萝卜墩切削皮机，由气动装置、去皮圆刀口、切墩系统组成。其工作原理是将萝卜放于固定装置内，启动气动按压，将萝卜通过56毫米的刀口内，依次实现萝卜整体的高效刮皮工作。刀口下连接切墩系统，通过旋转刀片将削好的萝卜切成21.5毫米厚的萝卜墩。切好的萝卜可自动落入收料筐，这样就依次完成了切削萝卜墩的所有操作。我看正好这咱这有萝卜，要不咱试一下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试验一下，好吧？试试看也不行。好，这次的机器完全改变了人工制作萝卜墩的流程，采用先去皮后切墩的工具。不知道加以改进的机器会不会达到宋老板的要求呢？量56毫米，厚度21.5毫米，行。这个直径也56毫米，都56毫米，看厚度，21.5，还行吧，老宋，这次可以吧？看他现在还行，不能大批量生产，到时候又不行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上次就不能去，上次失误了，信不过是吧？不大相信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订单拿我的人工力来和你的机器比试比试。可以啊，比试比试这没问题。但是老宋，这次没萝卜了啊。不要紧，萝卜我吃。行，那好那好，那到时候你可别不乐意啊。这样子你呢就能吃出好产品来，就我不能不乐意。我不乐意也就是也等于说你吃不出好产品来了，不乐意。肯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招人吧。好，那我打电话叫他们过来。好了，兄弟。喂，老王，你跟咱之前调十个工人，拿着那个做萝卜的工具，带点萝卜，上老李这儿来，再拿着机器，看看这个机器好不好用。宋老板提出要与李师傅的机器再次较量一下，把自己工厂的师傅叫过来。
看看它的机器到底能抵挡多少人工劳动力。由于比赛安排在室外，引来了好奇的围观群众，他们对于这场比赛又是怎样看待的呢？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进行比赛，您支持哪个队伍？人工队还是机器队呢？肯定机器队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感觉它先进高科技嘛。您支持哪个队伍？我支持那个机器队。您支持机器队？对呀。您为什么支持机器队？因为机器吧速度快，省人工。支持人工队。支持人工队是吧？哎，对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支持人工队？我看他们人多。人多。一个，哎，我听说现在工人都是那个什么熟练工。我支持这个机械。看着机器好。对。您为什么支持机器队？因为机械化比人工应该是效率很高的。效率高，是吧？还有吗？生产质量。这个产品质量应该提高很多。围观群众的支持各不相同，还是让我们回归比赛，看看到底是机器取代人工，还是人工反超机器。二师傅，看今天来了这么多观众啊，然后您有没有倍感压力呢？二位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非常有信心，人事再多也不怕。你就吹吧，现在机器上次不行，这次能行。我说这真正要把你引了。我不担心，我这工业就别往干五六年了，得少干五六年了。现在改善。你人工队再管没用。没用啥？你工业改不上啊。我这机器这次要让你死的心服口服。那不可能了，比不上，连上次都比不了，你这次能比呢？啊，咱必须看看，必须看，必须看。哎呀，听我说一下比赛规则啊，咱们一共是120颗萝卜，然后每个队伍领60颗萝卜，谁先完成谁先喊停，好吧？最后还是由宋厂长来检验萝卜堆这个质量，好吗？哦，好的，好，都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我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位观众啊，大家也都参与进来吧。支持机器队这边，大家就站在机器队这边；支持人工队这边呢，大家就站在人工队这边。赢得了比赛，然后就可以每个人领取几个萝卜回家做饭吃了。现在比赛就要开始了。李师傅，您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有信心。我一定让大家赢回萝卜。好，好吧。好。宋厂长，您呢？您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有信心。对。好，我一定让我的观众朋友们把萝卜领回家。好。好，那既然大家都这么有信心啊，下面听我口令，比赛开始，好吧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在记者的解说下，围观群众也根据自己的观点站好了队伍。比赛二次重现，人工队火力全开，拿到萝卜，分工明确，机器队启动开关，李师傅放上萝卜，一切正常。哎，师傅，我看您是专门切萝卜的是吧？然后您切这个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啊，不累，不累啊，是吧？我看您这么切，没有他们这么省劲儿。要不您跟他们换换，您摁会儿。啊，不用换，不换是吧？啊，您只摁萝卜是吧？啊，对，好吧。哎，大哥，哎，您是专门摁萝卜的吗？对。那您这么摁手疼吗？不疼，不疼。摁时间长了手就会疼了。要不您跟他换换，您切他那个。不用。嗯。那您加速度啊。哎，师傅，您怎么样啊？行，您这就光是倒萝卜，然后也是往里放是吧？哎，往里放。啊，您累吗？不累，不累，不累是吧？感觉挺好，看您状态挺好。行，那您加紧时间，好吧？行行，好，不打扰您了。机器队运转正常，白萝卜一个接一个的被机器分切着，人工队的师傅们也不甘示弱，火速切着萝卜，围观群众是看得津津有味儿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感觉这个人工师傅们操作的怎么样啊？挺快的。挺快的是吧？有没有后悔啊？不后悔。不后悔是吧？嗯。大家都不后悔。我想我后悔。您为什么后悔啊？看着人工和他们那个机器加工吧。嗯。我改着我的鞋子机器加工，我有可能我都在放弃了。您可能站错队了。我可能。但是现在您已经选择了那个人工队了，就不能来回换了，好吧？不能来回走了。对，就不能来回走了。感觉那边快也不行。不行了。不行。人工队的观众席里，居然有位大哥后悔自己站错队了。为了萝卜，还真是绞尽脑汁。不过，还是被记者留在了人工队。再来看看机器队这边有没有观众后悔站错队伍吧。叔叔，现在机器启动了，您觉得机器怎么样啊？可以，我们还挺好。还挺好的，嗯，没后悔吧？没后悔，是吧？
哎，大哥，您还真站过来了啊？算了，您可不能站过来呀、啊。那么我感觉在这方用这个吧，啊，这机器它比人工要快，人工嘛，它切把它东西提了，它累了是吧？哎，它累，你个机器它就不让那该它机器自动它就。人工总有疲劳，总有累的时候。这个累，它工作做的越来越慢，是吧？对不对？您说的挺好。这位大哥真是执着，果然还是跑到机器队。拥有这样的粉丝，李师傅可不能输掉比赛啊。李师傅，嗯，怎么样啊？机器运转了一下子，现在步入正轨了吗？我们非常好，非常好是吧？那个累吗？感觉不累，不累是吧？您就直接往里边放萝卜，成品就直接出来了，对吧？是是是。李师傅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并不觉得劳累，萝卜堆完成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。然而，人工师傅们的状态又如何呢？哎，叔叔，我看那个您这儿已经切了一会儿，再进行了一会儿了。我看您这速度没刚开始快了，累了，累了是吧？啊，您呢？您累吗？累，也累是吧？啊，手都疼是吧？人工师傅们开始有点疲惫，但是依旧忍痛进行比赛。李师傅一直忙于往机器里送着萝卜，一时没有注意到萝卜筐早已堆满了萝卜堆儿。看来机器还真是够速的。好了，我们完成了，我们完成了。咱先检验您这边。行，行吗？先检验您这边。盖这个厚度21.5毫米，对不对？对。直径56毫米，对不对？都一样，这个直径也是56。那看这些了，那些还说不定有问题呢。走，我来看。那行，那行，我给你看看，好吧？直径56毫米，厚度那行，你看一下，我看肯定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的，看一下。这个21.5毫米。还有吗？还有那些，看看。好，我看那个人工师傅这边切的都挺标准哈，来，挺好，挺好。21.5毫米，直径56毫米。对吧？对，好，那咱们看一下，对，好，咱看一下那个机器队这边，我这有没有问题啊？好，看一下，没问题，开完以后再说。好，看一下吧。好，咱们看一眼，好吧？咦，这都切丝嘛？这切丝嘛？来，你看，别看那都切丝了，来，老叔。这个眼睛对了，萝卜丢完了，这个不怨我机器。说眼萝卜还是都是直了。那还不是你偷打点来的？你偷打点？你偷打点来萝卜？你看大学都偷打点。你买点好的萝卜多好，你们这哪有多好萝卜？你是等那试车萝卜，你就测视频，那肯定不行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还有这个机器干什么？对，他们还比我人工做的好，正出的视频，赔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筐子更多。那我们再更新一下吧。还有带皮的，还有变形的。还有薄的厚的，对，这样的都不合格，是不是？还有这椭圆形的，对不对？还带米了，嗯，都是些废纸皮不正。李师傅，确实也是，我看您那个机器做出来的萝卜啊，确实是不符合宋厂长厂子里边的这个要求。然后，那我们再改一下吧。改一下是吧？那个宋厂长，那个咱这边这萝卜确实是做的速度，人工速度没有这个机器快，但是做的都符合标准，对吧？对对，是吧？他这个出现你。对试车萝卜去油车视频要了没什么用，是不是？对，也是。那下面我宣布，人工队获胜，宋厂长获胜。好。比赛结束，机器切削萝卜墩儿虽然率先完成，在速度上超越人工，但是在质量上明显不如人工做得好。早先支持宋老板的观众们，终于可以领上萝卜，美美的回家做饭了。而我们的李师傅，怕是又要伤心失落了。哎，我这在人工家盘的，因为我以为你这盘能好一点，速度能快一点，没想到你看，对面摆着也输了，一点不好不好。第二次的比赛竟然忽略了萝卜的形状，面对形状各异的萝卜废料，李师傅也是无可奈何。原本支持他的观众没有领到萝卜，也是对他责备不已。这一下可是把李师傅的信心打击得不见踪影了。邝老师，我就是觉得发明人太不容易了，一次一次的试，到最后一次比一次差。
而且最后这个老不成形啊，我真是有点着急了。嗯，像您说的是，他现在呢，对于萝卜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。但是萝卜说，我有个性啊，我长什么身材你不能限制我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从机器这里去改进，对吗？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工作原理是这样的。嗯，这个萝卜呢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周正，长得比较周正，比较直的。它的这个刀呢直接可以从上面对准，嗯，然后把它一刀切下去。哟，你瞧。对，然后一下子就迅速分离。对，然后再进行下一道的工序，把它直接给切成我们所需要的小圆墩儿。嗯，但是如果这个萝卜长得周正的可以，但是歪瓜裂枣就很难对付了。对，嗯，我这里呢有一个一小段，嗯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弯度还并不是很大。嗯，但是如果我要是这样切下去的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刀是正着下的，嗯，像这边骨的呢，就等于皮去的特别多，连肉都去掉了，而且这边呢，它确实是还有皮，那就浪费嘛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机器呢，是适应不了这种弯萝卜的。那我在想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机器变成那种万能的，或者说让它柔软一点，这样就可以适应所有萝卜的造型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嗯，您这个方法确实是很巧妙。嗯，像我这儿呢有一个简单小道具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玩具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嗯，如果我们的刀机器里面可以像这个圆环套圆环一样，它直接这样沿着这个萝卜的形状有一个起伏的过程，如果它的刀能做到这个结构或者达到这种效果的话，它就不管什么样的萝卜都可以进行下一道的加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发明人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改进呢？不管前行的路上充满多少阻碍，李师傅对机器的热衷程度从未消减。一想到机器如果成功能够帮到好朋友老宋，更是满腔热血，不分昼夜的工作已成了李师傅的日常状态。也就是这样努力，才让他有了坚持后的成果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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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师傅啊，嗯，咱这机器现在做的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最新的机器确实做好了。这就是那新机器啊？对对对对，跟上次那机器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大变样了，整个面目全非呀，整个彻底改变思路了，是吧？对了，那还真挺棒的啊，您这机器做的。继续继续。那要不您给我讲讲您机器的原理好吗？好的好的。好，那您讲讲。那这个机器就是，嗯，这一个入料口，入料口，哎，这是萝卜。从这个地方一个工人往这一穿一个，哦，一穿一个，嗯，不论是萝卜直的萝卜弯的，穿进去之后就能自动定型顺纹，从这个口出来，每一个萝卜井条落下这个槽，一个槽都放在这个槽里边，往下里边先运输，哦，运到前面的时候前面就一条一刀就切下。李师傅发明的第四代萝卜顺弯刮皮机由削皮系统、原料输送机构、切端系统组成，其工作原理是将萝卜送进削皮系统中，自动定芯刮皮成56毫米的萝卜。该部分的设计可实现对各种形状萝卜的高效刮皮，然后再由原料输送装置输送至间距为21.5毫米后的齿轮组合中进行切端。切好的萝卜墩可自动落入收料筐，依次完成所有操作。那个，我看这边正好有这个弯萝卜，咱做个实验呗，咱试验一下。不用不用，直接去到罗宋宣战，必须跟他宣战，就不用到实验，必须跟他宣战是吗？哎，您这么有信心呢？对对对，这次一定要卖给他，我要他心服口服，那一定让他心服口服。好，行，那我听您的。李师傅对于这次的机器势在必得，确信能够战胜宋老板的人工师傅。可是经过前几次的扰乱，宋师傅还会答应比赛吗？老宋，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对不对？这次帮你买，这次帮你买，你看看，这次这里是太阳最高，市场最高。看一下，保你满意。这次你不要就不行了，你看看，大变样了。哪个变样了？你下来看一下。骗你了吧？不会，这次彻底改变原来的思路。怎么不是骗你了？保证出成率，保证提高生产效率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是输送带式的，嗯，一个萝卜如何切削？嗯。
再一个呢，顺丸自动定型挂替，嗯，保证萝卜吃成力。嗯，咱们这次看到我们没有萝卜了，自己带萝卜来了。我们自备干粮。这回那个李师傅下定决心就要跟您比比赛，然后必须要把这机器卖给您，不知道能不能卖给您。然后这是卖给你了，老叔，不拉局了，拉局了，够呛。您觉得还够呛？嗯、反正那个这次因为室外特色太多了，是吧？反正这次那个李师傅也自己把萝卜拉过来了，您再通融通融，跟他比一比，再试验最后一次。那我们试试吧，试试啊。行，那您安排下车。好，对，安排点工人卸车。啊，好吧，好。在李师傅的说服下，宋老板同意再次人机对决。于是双方开始协调人员，布置比赛现场，机器到位，人员齐全，一切就绪。究竟谁是赢家？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李师傅，今天是您的终极对决吗？肯定是终极对决，肯定是终极对决。对，他不终极，我终极。这肯定得赢的，这次肯定能赢。对对对，相信啊，别相信。这次拿不走了，宋老板。因为失败过两次了，这次还是不要。这次拿不走了，一定要卖给你。这次肯定要卖给你。听清了吗？听清了。听清了。不太相信。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因为在集市里数故障次数太多了。宋老板，这次您带领了多少人工师傅？今年的15位。今天共15个人。对对。他15个人，怕吗？50人我们也不怕。听见了吗？50人都不怕。对呀。上次5个人，他三十人都不行，是吧？这次一定能赢的，非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这两次你都输，你这次你能赢吗？这次你放心，保证一定赢的。好，二位那个，咱们友谊第一，比赛点啊！现在我说一下比赛规则：每个队伍80根萝卜，谁先完成谁先喊停，最后还是由宋老板来检验萝卜的质量。宋老板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师傅们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下面听我口令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比赛一开始，大家分抢萝卜，两个队伍不相上下。李师傅有条不紊地向机器里送着萝卜，人工队的师傅们也干劲儿十足。哎，阿姨，您好。您好。我看您切得挺快的哈。嗯。您那个1分钟能切多少个呀？20个吧。20来个吧。您现在切了多少萝卜？20多个。好，那您快点切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您这么手有危险吗？赶场啊，经验比较足，一般没数。经验多是吧？对，没问题。哎，好，那您那个小心伤伤手啊。好，别啊。好嘞，叔叔，这么一堆都是您的。太厉害了，我是喜欢，是吧？是。那个，您这么摁手疼吗？干长了习惯了。干长了习惯了，然后手都长茧了是吗？啊，对。您摁这个有什么技巧吗？感觉？这个就是得，一个呢要得多少趟？啊，再一个呢？均匀用力啊。均匀用力啊！啊，您说是均匀用力啊？您找出来这方法挺好，挺好。干了多少年了？干了4、5年吧。4、5年了都啊，那您切应该是有经验了啊，还行，还行是吧？您感觉那机器行吗？我感觉跟不上我们，跟不上您是吧？感觉跟不上您是吧？那您快点切，到时候别输给那机器，好吧？好的，好嘞，您有信心，好吧？有信心，好。人工师傅们都是有经验的老将，有的师傅1分钟可以按出40个萝卜墩，真是不可小觑啊！不知道我们的机器又做得如何呢？哎，李师傅，您那儿削了多少个了？这个没几个了。没几个了。200步了，这个。挺快的。挺快的。您那个是专门往里推就行，对吧？啊，那边还有一个人是整理位置的。啊，整理位置的是吧？对。啊，您怎么样啊？感觉？挺快。机器特别快是吗？机器快，不累。啊。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一点不累。一点都不累，就光管理一下位置是吧？对。好。那个，您继续弄，我看您这成品。好吧。好。哟，您那儿都这么多了，3筐了。我看还行啊，您这速度挺快啊，挺棒。您这速度挺快。好。机器队两个师傅配合完美，萝卜出成率也不低于人工制作。面对这场紧张的较量赛，观众们有没有看得不亦乐乎呢？哎，您好，您看今天这个比赛阵容挺庞大的啊，
您是比较看好哪个队伍啊？我觉得人这么多，还是人比较厉害吧。觉得人比较厉害，对对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人多才觉得人比较厉害吗？嗯，再一个好像干这么长时间比较有经验吧。比较有经验是吧？您支持哪个队伍啊？嗯，我支持这个机器队。支持机器队伍？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机器就是创新，应该比人工队要快，质量应该能好。我支持机器队吧。支持机器队？哎，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机器的效率应该更高一点吧。我支持人工队。支持人工队？对。为什么呀？我就喜欢传统手艺，传统手艺做出来应该是一种文化吧。做出来是一种文化。嗯，对，它做出来手工制品应该口味应该也会好一点。比较支持机器队。是吗？支持机器队。机器队。也是支持机器队。啊，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它质量特别好，它是流水线作业，不是，它是一步到位的。一步到位。啊，进去出来之后，接着就是这个成品。是吧？它那个啊，你看那种就不是了。是吧？有人切，然后有人摁。啊，有人摁。那个特别快，是吧？对，这容易比较疲劳。一股的能有。人工的也能有。哎。为什么呀？人工的也人多嘛。人多。哎。人多力量就大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除了人多呢？除了人多，再这个。废品能少吧？我应该。宋厂长，哎，刚才那个我采访了一下那个观众们啊，观众们好多都支持机器队，说机器队创新，然后机器队呢，比速度比较快。您对这个怎么看呢？我看还是人工，人工毕竟干的时间长。人工干的时间特别长，对对。第一个是熟练了，这不是说干了今天刚干，就是干了，都是干了最少五六年以上了。至少干了五六年以上了。对。然后，由于前两次的比赛，机器都没能赢得宋老板的心，难道这一次就能得到宋老板的肯定吗？哎，米师傅，嗯，您那边怎么停了？出了故障了。怎么出故障了？怎么出故障了？北正经北老九。人工师傅那边可是挺菜的，您俩出故障能修好吗？不行了。哎，消委器老师，消委器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哪儿出故障了？这个地方鼓励一下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！马上就好是吧？马上就好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快点再来继续回来。宋老板，您回去看着您那国人了，您好好加紧看好吧？您赶紧的，赶紧修好吧，一会儿别输了再不修上。好了，哎，好嘞，那您尽快好吧。雷福利加油！雷福利加油！雷福利加油！宋老板话音刚落，机器就出现故障，还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比赛接近尾声，李师傅的机器到底还能否战胜人工呢？好，好了，我们继续完成了，容易我们地下停了吧。您完成了？完成了，完成了是吗？对。好，那个工人师傅们，大家停一下好吧，放下手中的工具好吧。那个宋老板，那咱们检验一下萝卜墩的质量。行吧，好。老叔，你看你这个不行吧？你看看你人工切的什么样了？对，行吧。比赛时间路太快了，滚的手摁摁偏了，就慢点干了。这么多，因为忙上，这应该输了。是吧？那咱再看看李师傅那边机器。看看我这个，老叔，你看这是切的什么东西？你看你那个是什么？好，咱们量一下啊，厚度。21.5。二十一点五。这个是56毫米。五十六毫米。看吧。实验进去。宋老板，厚不厚？这唱还不干，这机器队啊，你看这唱了吗？为了能进一步验证机器做出来的萝卜墩质量，宋老板提出让观众试吃。他担心机器制作出来的萝卜有异味，去皮的时候把水分挤掉。不过好货不怕验，大家都吃得颇有心得。那就交给大众来评判吧。感觉怎么样啊？哎，挺好。脆吗？感觉这萝卜？哎，脆。挺脆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尝一口这个，口感一样吗？哎，差不多。差不多是吧？嗯，对。也就是说口感一样吗？哎，对。嗯，我觉得人工那边的口感会更好一点，更脆也更甜一点。行，那您站在那个人工的这边，哎，好吧？好。大家都尝完了吗？好了，好了是吧？好，那大家马上站一下队，好吧？好，站一下队。你好，您刚才不是支持那个人工队吗？现在怎么又站到机器队这边了？
我刚才尝了一下，这两边的味道好像确实是差不多，确实差不多，并且因为机器这边做的确实快，所以我站在这边。是吗？现在所以您支持机器队吧？对，支持机器队。好，宋厂长，李师傅，二位来一下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很明显啊，然后感觉口感不一致的，站在人工的这边的有三位，那不言而喻啊，站在李师傅这边的有这么多人了。那宋厂长，这机器现在您感觉怎么样？能行了吧？行，能行了吧？那能行了，我宣布了啊，机器队获胜，李师傅获胜。好，好。那那个宋老板，您看机器现在您觉得行了吗？行，行了吧？那那个您这他这机器直接就留这儿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您二人。工作愉快。李师傅发明的机器经过多次改进，最终实现精准控制，萝卜自动定心，顺弯去皮，切墩出料，一次完成，解决浪费原料问题，同时减少人工劳动力。李和强发明的这个萝卜去皮儿切块机还是有一些特点的，比如说它有一个自动定心的装置，能够适应不同大小不同形状萝卜的去皮儿和切块，生产效率还是比较高的。但是也存在几个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比如说人工上料完全可以用机械来代替，这样的话呢效率会得到更大的提高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，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华老师，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，我是丁欣，下期再见。热油翻滚炸酥脆，诱人金黄满嘴香，这方便可口的小油条制作起来可不容易，一个别出心裁的点子，一台构思巧妙的机器，发明人能否炸出美味的小油条，而炸制的效率是否可以赢过人工，敬请收看我爱发明，油动吧小油条。